有吗？我哪里有？其实还好哎，没有那么没有乌堆堆。我妈曾经说过，是你的就是你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一直以来都想要做自己的品牌，在于想要从头脑想出来的东西，然后实现在手里面。一直从小到大都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创作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样东西啊，所以更何况我不管是视频或者是衣服，多多少少也会去自己设计一些，还没有自己品牌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会问说，哎，那是在哪里买？在哪里买？都还不错，还蛮好看的。慢慢听越来越多人这样说了之后，就有一些想法说，那不如就开始自己做一些品牌，还挺多的。但也非常感恩，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团队可以愿意听我的想法，然后用耐心的去经营接下来想要做的东西。对哦，肯定会跟鞋子有关，但也有可能家具有关，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要看到这个朋友的自己想要做一些什么，然后看我们能力能做到什么。有吗？我哪里有？可以闭嘴吗？啊！需要他？我需要他要问你吗？我觉得，身为导师必须要有严厉的点，要不然，团队就很容易就会松掉。对，当然要练的时候要放松开心，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但家庭既然我身为是队长的话，那我还是必须要有一些规则嘛。对。所以必须的，其实还好哎，没有那么没有乌堆堆，但是也要看状况吧。对，那时候可能也就真的觉得说，大家都要我给这条毛巾，大家都要我给，一直要给，但难道他们也不知道说我给了这条毛巾，但他们就少了一个机会吗？所以那时候也许就是也希望他们多了解这一块，就是说。我给他的话，那你们怎么办？那你要我给你们吗？那你要我怎么样去分配？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好好考虑吧。安静一点，放得很轻松，然后跳的时候就是很炸，不管是静态或是很动态，但只要给我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投入在里面，然后动作是很精准的炸。我喜欢你编的东西。恭喜啊，很开心。我觉得他其他三位都很特别很可爱啊，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有趣的一些点。对啊，能跟他们一起享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特别很难忘的一个经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稳的一个男生，然后说话的时候还挺有智慧的。我们结盟吧，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啊。哦，一巴掌过去了，没开玩笑，抢学员呢、啊，应该我妈曾经说过，是你的就是你的，对，所以不管怎么样，是我的就是我的。出街绝对不能少的时尚单品是眼镜跟饰品，绝对不会碰的雷区单品是丁字裤。女生什么装扮在你看来很有魅力？简单可爱性感。家里数量最多的时尚单品是？太多了，衣服吧。最近一件让你幸福的事情是？能跟屋子们一起跳舞。可以闭嘴对对吗？需要他要问你啊？那我需要你们吗？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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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